在这里我回答一个问题，有一个莲友问我说，师父，你讲经里面讲初学佛的人会有很多的恶业现前，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答案不一定。师父，请问是否所有的佛教徒初学佛都恶业会显现？不一定，因人而异。假如你善根很深厚，福报很大的话，那你不一定会显现。那我在讲经里是告诉你说，各种状况，好的坏的情况都会显现。就像你现在从海印古寺假如要去新加坡的机场，那应该知道说在路上会发生各种状况，有时候你会塞车，有时候不一定会塞车，有时候呢上下班时间当然会塞车，就算不塞车，你的车子也可能会抛锚啊。那车子抛锚的时候，你要懂得怎么样去修理你的车，或是打电话叫呢修车子的公司来帮助你。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是，佛教初学者是不是都会恶业现前呢？不一定。但是假如你的业力很重的话，它是会现前的。但是你听闻佛法比较重要，因为各种情况若现前的时候呢，你都比较有智慧力去解决。请问佛弟子为什么不可以喂鱼？我想你可能是指海印古寺的那个鱼啊，因为每一根都喂鱼的话，它不能控制自己会胀死，这是海印古寺的慈悲。但对不起，新弘法师可以喂鱼，没有，他喂鱼的意思说不要每一个人都喂，那这样的话他会胀死，鱼哦就一直吃吃吃吃到不能控制的时候啊，那就全部都往生的。师父请问，幻想与观想的分别在哪里？听好，幻想是妄心，心很散乱，观想是呢心很专注，依经文去做正思维。比如说你现在念普贤行愿品，心很专注，然后你尽量想华严会上佛菩萨，这个不叫打妄想，这个也不叫做幻想。所以简单的说，幻想是心散乱，观想是心很清净很专注。第二个，观想是依照经文去观想，不是乱七八糟观。幻想的话是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这是它的差别。第二个，业力现前与报应之差别。业力现前，报应呢有分为好多种。报应有一些是你过去生造，这一生现前就今生报应；有些是现前这一生报，现世报；有一种叫来世报。你现在虽然做坏事，哎，没有人知道，哎，可是呢，这个业力要到下一世它才会出现。有一些呢，这个现世报、来世报，有些业力呢会经过很多很多劫，就像花园里面的种子，当阳光、水分、一切的条件都好的时候，它才会长出花朵。所以时间上是有差别。至于你说佛讲经成道的功德，我已经解释了。师父，我虽然受了五戒，但是是少分戒体，我可以发心受菩萨戒吗？我应该做哪些功课准备菩萨戒呢？啊，这位张先生，你答了很多问题，私人的问题我会回答你啊。简单的说，应该五戒呢要一条一条的去做，等五戒都圆满以后，你才比较方便去受菩萨戒。当然，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跟的习气不一样。有些人呢受我不杀生，但是因为我的行业很特殊特殊特殊又特殊，所以我不能受邪淫戒。唉，众生是很苦的，那就没办法了，就慢慢咯，慢慢的忏悔，慢慢念大悲咒，念普贤行愿品，等到你忏悔精进了两三年，恶业改了，行业改了，那你再受第二条戒，要发愿。对，虽然我知道五戒也很难，可是你若不发愿，那你就更没有机会。菩萨戒要三个法师受，不是一个。像三规五戒呢，是一个人受可以。但菩萨戒呢，要三个法师受。那最好的话，没有受菩萨戒之前，也可以上网听菩萨戒的讲经，在家出家都可以听。那一般在家居士是听是梵网优婆塞戒经。我记得我的戒兄多年啊。这是天音法师多年前在大悲中心曾经过讲过优婆塞戒经，对不对？各位可以问一问净土梵音，好像有流通吧，网络上也有流通，你可以先听。然后呢，受了菩萨戒的话，那当然那是功德力更大，不过它也更难守。最重要，你要常常有一颗
帮助众生的菩提心，那你就可以去受菩萨戒。师父，我常常骗我爸爸带我念度母咒，所以他就每天都念三遍。以前他不为自己念，可以这样吗？当然你可以善巧方便，你就说啊，希望爸爸我身体不太好，你帮我念度母咒，但是不要常常用这一招，因为你常常用的话，你爸爸也不是白痴，当他知道你是骗他的时候，他就不念。第二个，我给他钱请他买牛奶帮我供度母，他做了，他这样子可以吗？很好啊，你很孝顺。师父，请问我每天早晚都有念华严经，非常好，功德无量。我在念经的时候突然觉得我右前面有一尊佛像，当我要看到它就没有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答案，这是你的幻想，念经不专心。听好，真正佛菩萨显现的时候，你的心是很宁静的。今天讲念力，三摩地力。真正假如你现在念普贤菩萨行愿品的时候，事实上我告诉你，普贤菩萨真的骑六羊拔象来看你了，但是因为业的显现，你是看不到他，你也不用东张西望，普贤菩萨你在哪里，不用。你越执着要见他的时候，因为这个执着在盖住你啊，你是看不到他的。假如他真正要显现，他知道他真正显现会加持你的话，你的心一定是很宁静的，然后你看到佛菩萨的时候是很心很柔和，跟戒定会相应，你不会像突然吓一跳，你想太多了。所以听好，他显现的时候一定是跟禅定力三摩地有关，所以看到佛菩萨也不要太高兴。那你会问老师，师父，我念那普贤菩萨呢，我看到普贤菩萨怎么办，是要继续念呢，还是跟普贤菩萨 say hello？ 继续念，你不要紧张，菩萨他自然会只等要懂得沟通放光加持你的，好，你就顺其自然就好，但不要执着。所以不要执着是意思说，我今天看到了普贤菩萨，然后明天你就会急有所求，哎，我上次看到普贤菩萨我修得不错，我们现在那普贤菩萨不来理我了，这个有所求的叫急躁心啊，就容易着魔，你就会有很多障碍。师父，请问我那念大悲咒眼睛可以闭起来吗？可以呀，不过在金刚乘里面讲既闭起来可以，大乘里面我建议你不要完全闭，大家开一半子比较好。听好，它没有绝对的答案，在大圆满法里面有些是要眼睛闭起来你才可以专注观想，但是那是有高的层次禅观。我现在是讲你的问题，初学的人不要完全闭，你可以像佛菩萨一样慈眼智众生，这样闭一半，你心比较专注。假如你完全闭起来的话，突然看到光你会吓到，而且你会去抓一些这些幻境，所以完全闭眼睛比较不太好。第三个问题，师父，我常见梦见师父二三十会在我梦中出现，是好还是不好呢？答案，不要执着就很好。那表示你跟师父很有缘吗？那表示你过去可能也出家过啊，也很好啊，对不对？梦见寺庙佛像、出家人、莲花、日轮、月轮，哎，在禅定的角度来讲是很好的。各位可以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有时候做梦，梦中我都还在为大家讲经呢，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呢请我讲经呢。其实那个也是由心所显现好的习性，也没有什么特别嘛，对不对？可见我白天很忙，你知道我晚上也很忙的，对不对？那有时候你身体业力现前的时候，你也会有噩梦啊，没有关系，你要知道好的跟不好的你都告诉自己是空性的，不要执着，这很重要，知道吗？啊，接下来师父，请问我是初机，请问什么叫做冥想，可以举一个例子吗？好，冥想是通很多很多宗教，我先举印度教给你做例子。就冥想的话呢，它就一样这样心坐下来，然后呢印度教的人是结这个手印，不过佛教徒不要结这个，因为你结久了以后你就变印度教徒了，这样子。然后呢他冥想的时候一定有个所缘境，有时候他是看火，然后呢有时候呢他是点一支香，有时候呢他是看一朵莲花，是说透过这个散乱的心啊，把它专注在一个点上，这个叫做冥想。所以简单的说，透过一个外境把你的心给专注，这个就叫做冥想。
那佛教发展于印度，道教里面也有冥想，对不对？也有想啊，也有。那佛教的呢，冥想它只是一个方法，但是它想的东西是不一样。举一个例子，南传是说想深受心法的话，他就修不净观、数息观，或身上的念相应或受相应，对不对？注意你的头啊，注意你的呼吸啊，觉受。一般南传佛教是深受心法，局限在你的身体为主。大乘呢，所冥想的东西、观想的东西是什么？观想佛、菩萨、净土，或是大乘经典，或一句佛号，或是念咒语。那金刚乘的话呢，是观想菩萨的曼达拉净土、上师本尊护法跟空行。所以因为冥想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得到的结果就会不同。有一个莲友问说，我有很多很多的功课列了一堆，然后说师父请问华严经跟吉祥文最后加进去可以吗？答案是听好，华严经要放在最前面，因为华严经它是叫你发菩提心的。至于月藏吉祥经发愿文要放在最后，你原来做的功课没有关系，是可以加的，法无定法，但是建议你这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放在最前面，月藏吉祥经发愿文放在后面。就像我今天比喻的，皈依发菩提心是头，身体六度波罗蜜指观是身体，手跟脚是指回向。好，我再回答一两个问题就差不多。师父，我有个朋友，他的父亲最大的嗜好就是养金鱼，而且还是金龙鱼，每天都要用无数的活生生的小生命去喂它。我的朋友虽然心里很苦恼，他只能默默地念 Om Mani Padme Hum。 虽然他也尝试地劝老人家用人工饲料，但是养鱼的人啊，最大的乐趣就是喂活的饵，看着金鱼追杀的姿态，他们一觉得不得残忍，反而觉得很快乐。请问法师，朋友除了念咒之外还能做什么？这种烦恼怎么转为菩提呢？喂鱼的活饵虽然是实在的，这是还是杀生，这难道是饶益有情吗？哦，你问的问题真多。好，先一个一个来解释，答案是这个很难。先第一个先解释饶益有情戒，这个不是饶益有情戒。饶益有情戒众生不是向你解释说，哦，我现在要养鱼，那我拿活的饲料，比如说蚯蚓或是小鱼去喂它，这是叫饶益有情戒，不是这个意思。饶益有情戒是以清净的心合理如法的去帮助众生。那你用小鱼或者是蚯蚓去喂另外的鱼，那你只是小的喂大的了嘛，这不叫饶益有情众生戒，这是你解释错的。第二个，那这个是杀生，那怎么转烦恼为菩提呢？当然很难啊。所以你就知道菩萨难做，众生难度啊。那你朋友的爸爸就这样的话，那没有办法，答案是凉拌，没法度，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没骗你，没有办法。那他就是这样，因为你已经劝他用人工饲料，除非你劝他把鱼缸卖掉，这是最根本解决的方法，但他可能会跟你吵架。所以度众生是很难的。那你想，这个老人家他觉得很有乐趣，不过这看到一个消息，或许这个老人家应该要有更多的兴趣。有些人喜欢养鱼，但是老人家应该要有更多健康的兴趣，比如他缺朋友，他可能去运动，或是呢去做义工，或是呢做各种的好的兴趣。所以老人家若没有兴趣的话，听好，每一天就工作工作工作，到老的时候突然退休的时候，他也会发疯的，因为他没有兴趣。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劝你的朋友，你既然关心你的朋友，你也可以跟你的朋友陪这位伯父去做其他的兴趣，他就不一定完全会专注养鱼嘛，对不对？好，要慢慢来。那他这样子会不会有业力呢？答案是会有。将来呢，他可能就会变成了大海里面呢鲨鱼专门追的那一只鱼，就是他。对，业，没办法，真的很难。所以众生是很难度的。好，所以我们要用各种的方法。我昨天前天讲
这个鱼篮观音就是众生有杀业嘛，众生就是爱美女漂亮啊，所以他就来示现啊，来度众生。最后明朝浙江沿海一带呢就没有地震了。下面一个问题，师父请问般若波罗蜜的蜜虫字旁跟山字旁通用吗？谢谢你这位莲友提醒，但是你不要忘了我学过古汉文，古字里面虫字跟山字是相通的啊，我字没有打错。最后一个问题，师父谢谢你很努力教我们这么细心往生咒，还要可是我第一个问题是，假如人念错了经文或咒语，他有什么罪过吗？答案是要看你的心。新加坡莲友好像 很喜欢神通，也很担心罪过啊，不要太担心。所谓的恶心是说我故意散乱心呱啦呱啦呱啦这样念，那当有不好的果报。你现在念你很专注，念错一两个字没有好，没有关系的。我并没有说没有因果，但是我说总比你完全不念往生咒更好，知道吗？第二个，我现在的汉语拼音是请一位印度尼西亚莲友翻过来的。其实你现在觉得有几个音，譬如说哪要填那里，其实答案不一定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梵咒本来是从梵语翻过来的，翻过来的时候是在中国唐朝古汉文，古汉文的发音跟我们现在罗马拼音是不一样的，跟我们现在台湾小朋友学的 popo movo 也不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河流江三点水叫一个江，请问各位台语或潮州话你怎么念啊？啊，大声一点，江。对，在咒语里面呢，这个地方要念江，不是念江，因为它是古汉文的汉音。所以念很多咒的时候，假如你能够找到罗马拼音那是最好，比如大悲咒南摩诃来达奈多拉雅也，它有。但是我要公开解释，西藏的大悲咒跟我们现在念汉传的南摩诃来达奈多拉雅也，你不要说哪个对跟错，是两个不同的传承，知道吗？所以我也公开放音乐放过，对不对？我也唱过啊，南摩诃那吒呀呀哈，南摩哈呀迦哈那，那是西藏的传承。你们现在念南摩诃来达奈多拉雅也是中国的传承，不要 mix together， 要弄清楚，两个都可以，都有它的功德力。那我们现在念南摩诃来达奈多拉雅也是以现在的波波摩佛去注音，所以没有标准的声音。所以西藏里面曾经说，你念的灌顶口传解说，你的口传的声音要以上师的这个声音为主。举一个例子 ，Om Mani Padme Hum， 原来的梵文应该念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两个前程念都有功德的。西藏的人舌头比较大，他很难转，所以 Om Padme， Padme 是三个音，所以他只念的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举一个例子，阿弥陀佛在梵文里面叫做阿弥塔或阿弥塔又是，请问我们华人就念什么？阿弥陀佛。还有嘞，阿弥陀佛，对不对？日本人念呢阿弥达不子，你说哪一个对了？都可以的，语言是空性的，只要你以正确的音去念，哎，那都会产生力量的。我想各位都听过一个故事 ，Om Mani Padme Hum 念成 Om Mani Padme 牛嘛，对不对？轰轰轰轰轰，以后它没有例子 ，Om Mani Padme 牛，它豆子会跳的，是不是？啊，这个我就不用重复。所以你不要那么执着。这位师姐给我很好的意见，有几个音，其实我也不觉得你讲的完全是对，是因为你是用 Bopo Morpho 的角度。但是这个 Namo Amitabha 耶的呢，它本身是古汉文的汉音。不见得我们现在，你只要很虔诚的念，心比较重要。
但注意听，我也不是叫你故意去念错，而不要说哎呀，我是不是这个字念错我就没有功德，其实不是这样想。我刚才说过嘛，对不对？ Om Mani Padme Hum 跟 Om Mani Padme Hum 两个都有功德。好，所以有些问题问得很好，我尽量回答。那今天就到这里，请翻开宗喀巴大师的发愿文，请翻开60页。明天是讲经最后一天，不过希望大家先有心理准备，我会把佛讲经讲一个段落，所以因为明天刚好又是礼拜天，海印古寺就要敲钟，所以我会明天尽快的把它讲到讲义第58页圆满。啊，很抱歉，讲义第3 Part 3 我虽然编了，但是呢，我已经很欢喜也很尽力，每天教了很多很多的主题，所以希望你能够用心的回去复习跟修持。所以 Part 3 的这讲义呢，我们会留到下一次再继续讲。至于下一次弘法时间怎么样呢，啊，我到时候会再报告，也请你看这海印古寺的网站。所以希望你不要心很急，不要觉得很生烦恼，师父我问了你这么多问题怎么你都不回答我。我想希望你有慈悲心跟体谅心，然后呢，我会明天尽量讲到58页就把它讲完，因为我还有好几个主题没有讲完，然后呢，问题我可以回答多少就回答多少。那明天又讲到9点就要结束，又要敲钟，又要回向，又要回家，哎，啊，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先能够有这个慈悲心，体谅更多的因缘。好，请看第60页，请合掌，念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祈愿文。我念2句，你跟着念2句。以我九情所积集，量等虚空二资粮。为度无名有情众，愿成导师佛世尊。为成佛前一切身，文殊慈悯垂摄持。具足教以最圣道，得以行令诸佛喜。以我解悟道法要，大悲为导善方便。尽除众生一名愚，持佛教法于久远。教法圣宝未片扬，或以片扬而衰堕。愿于彼处心大悲，显弘利乐之宝藏。愿佛菩萨妙事业，最胜菩提道次第。饶益诸愿解脱者，世尊教行永流传。成就修行善道缘，尽除人非人为缘。佛所赞叹尽行道，生生世世永不离。以时法行于圣城，如理精勤修行记。护法慎重常护持，如海吉祥普十方。护法慎重
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明天见。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心存着法喜跟感恩的心，所以这是海英古寺80周年里面很多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活动。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今天是最后一天。好，木鱼为什么请准备，请合掌。一切诸众生，
曾有学即无学，一切如来一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心，十方所有世间等，最初成就菩提者，过尽一切皆全清，转于无上妙法轮，诸佛罗喻是涅槃，我心自诚而全清，闻言九州刹成就，离脱一切诸众生，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祖师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即果道，愿将一此生功德回向无上正法觉，形象佛法即圣洁，二地龙通三昧用，若是无量功德海，我今皆悉尽为修，所有众生甚苦矣，见我但帮我法灯，若是一切诸业障，悉皆消灭尽无余，念念自照于法觉，广度众生皆不退，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即有烦恼尽，若是十八光无边，愿尽回向一如是，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哟，大德皆道哟，大地也大阿弥。阿弥利达比迦兰帝，阿弥利达比迦兰帝，舍利尼舍舍拉兹多迦勒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哟，多达揭多哟，那帝耶达阿弥利达波比阿弥利达悉檀波比阿弥利达比迦兰帝阿弥利达比迦兰多伽弥利伽伽那兹多伽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哟，多达揭多哟，大地耶达阿弥利达婆毗，阿弥利达悉檀婆毗，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多伽弥利伽伽那兹多伽利娑。
三称圣号即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大家晚安。今天是礼拜天啊，因为要配合古寺敲钟，所以讲到九点。首先非常的感恩，感谢三宝，感谢诸佛菩萨的护念，也真诚的感谢海印古寺住持传仪大法师的慈悲，以及所有护法干部的护持，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来学习无上的大乘佛法。所以首先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先讲真诚感恩再感恩，也感恩所有的莲友来护持。今天呢，老实说我不是很舒服，因为天气不是很好，然后听说明天台湾就有大台风要来了。不过还好我还没有那么快往生，我还是会很用心的讲，所以请你用心专心的听。好，当然我讲完经以后我身体就好了，哎，这就是我的业。第二个呢，首先宣布一下，听闻佛法是很重要，但是修持佛法是更为殊胜的。所以海印古寺呢，在国历10月11号到11月2号会送华严经，这是非常殊胜的法会，希望有缘的莲友呢能够来共同的参与共修华严经，功德力是非常的大的。我记得我从2003年到现在，然后我不敢说是我的力量，应该是说三宝的力量，我只是一个增上缘，为很多的团体介绍华严经法华经，所以新加坡的莲友呢都很好要大乘经典，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福报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珍惜，共修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在没有讲经之前请看幻灯片。有一个莲友问了一个问题，地藏菩萨，这是北传大乘佛教的地藏菩萨，这张是非常的珍贵，这是弘一大师亲笔画的，当然我是照相版，它的原版当然在哪里我不晓得，不过我确定是弘一大师画的。然后呢，所以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它非常的宁静跟慈悲。弘一大师呢是民国时代的一代高僧，弘扬华严经，弘扬戒律，也弘扬地藏法门，也弘扬药师法门，最后当然他也求生极乐世界，欲知实质。下面一张是藏传佛教的地藏菩萨，不一样的是他右手拿着摩尼宝珠，左手拿着稻穗。地藏菩萨的藏文叫萨以宁波，宁波就是宝藏，萨就是地的意思。那在藏传佛教里面呢，也有人修地藏法门，不过他没有非常的弘扬，反而地藏菩萨跟中国大乘的弟子缘比较深。另外我不是做广告，不过这是跟大家分享，我门口设计了这一套，中间是阿弥陀佛，这张是我生平学佛第一张拜的阿弥陀佛，右边是四臂观音，左边就是地藏菩萨。我设计这个套的主要的构想是显密是圆融的，那这里面的地藏菩萨呢，他右手就拿稻穗，左手是拿灵杵的。 好，那接下来请看第57页，按照科判今天要讲到丁七般若力，在丙九力波罗蜜分期，我们讲了福报、神通、性、精进、念力跟三摩地，今天要讲般若力。般若是佛教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虽然今天的莲友很多，但是呢前面讲过的我就不会重复，请你体谅。然后呢，您将来可以听 DVD， 请看般若力，为世间出世间不可被破坏的般若波罗蜜。
于生生世世中，在这里是讲菩萨，菩萨修六度波罗蜜，到了呢第啊十度波罗蜜里面的第九个利波罗蜜的时候，他自信当中智慧是会现前的，所以他生生世世呢不用老师教，一出生他自信清净，对很多东西就能通达。但是我们一般凡夫是不容易做到这样的，但是这里是讲菩萨已经到了第九个利波罗蜜，他有他的功德。不过这也说明了呢，利波罗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不用老师教，只要呢所心碰到任何的一切境界，他自然就会通达。当然他因为他数世的功德力，有老师教他的话，那他会学得更快。所以这里讲不由老师教导，诸所有做的这个业呢，都是清净的业或是善业。对于工巧，就五菩萨的五名呢，内名、一方名、工巧名、因名，乃至于世间最难最甚以及难行能忍，难行难行，对不起，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呢，菩萨都有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可以现前。接下来若出世间的佛法，那他就更能够通达了，因为他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所以对于出世间法，他救度众生呢，他念念都不会想到自己，他念念都想到一切的众生，他做一桩事情，他也会想我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是要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凡夫念头大部分都为自己多，很少为别人。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念念都愿意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菩萨的智慧随顺入矣，乃至于天上的阿修罗，乃至于这个其他的外道，或是呢都不能破坏，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是很重要的。有一个莲友问了一个问题，师父为什么佛法要把一切法都要舍掉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答案是佛教不是只有慈悲，佛教不是只有做善事，也不是只有做义工，也不是只是盖医院，动机是在你有菩提心。你若菩提心，你盖的医院的话，那就是菩萨行。你有没有想过，基督教、天主教盖的医院比我们还多啊？为什么他不是佛教徒呢？答案是他要有佛法的正知正见。所以佛教呢，当然你要修福修慧，你有了菩提心，这些都是你的六度万恨。但是做的很多，并不代表修得很好。修得好，最重要是在你内心要断掉你的执着。欲望与执着，你才能够出轮回。所以为什么要讲般若波罗蜜？为什么要讲苦空无常无我？这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也是非常殊胜的部分。所以《金刚经》里面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意思是说法呢，就像你从这一个岸到另外一岸，比方说从新加坡你会搭渡轮 Ferry 到印度尼西亚，当然你要船，对不对？你是凡夫，你不能跳到大海里面，大海里面呢也是 illegal 的，移民局也不会让你跳。你跳下去呢，你遇到鲨鱼或是鳄鱼呢，你也没办法活的。可是你一定要搭这个船，买了票，过了这个，到了彼岸的时候，你不可能抓着船，你说我不下船吧，那你就没办法到印度尼西亚。所以你一定要把船放下，才能够上岸到印度尼西亚。用这个比喻，就是所有佛法一切的文字很重要，就像船一样，叫文字般若，让你修学升起了观照般若，最后你要把这个佛法也要舍下，这才是般若波罗蜜讲的。所以法就像船一样，刚开始你需要它，可是你到了另外一个彼岸的时候呢，你不可能呢到了印度尼西亚的海滩，然后呢你就把那个船呢、藏在你的这个肩膀上，然后用跑的吧。所以你连那个都要舍下，所以断掉你的执着，断掉你的烦恼，你才能出轮回。光做善事，你最多只升到大梵天王去而已。而大梵天王他生生世世还是佛的弟子，他很有善根呢，他持戒清净，福报很大。所以光有善法是不能够出轮回的，
这一点大家要了解，所以般若波罗蜜是很重要的。所以刚开始你不要造恶法，要学善法，但善法也不可以执着，最后善法也要放下，这是有次第的，这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到这里是一段。好，所以如是等菩萨七力以略说矣，若具足演说啊，但是佛菩萨的力啊是有无量无边的，所以简单归纳为七类，叫做菩萨力波罗蜜。好，请看下面幻灯片，介绍普贤菩萨有十件力。好，我们前面介绍了很多章，现在介绍中国唐朝有造型东密的普贤菩萨，他手上就拿铃跟杵，这是唐朝的东密。现在的东密是传到日本跟韩国，尤其在日本里面，你若去日本旅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唐朝呢保留下来的古迹。那因为中国大陆历史的因素跟文化的因素，现在是看不到的，所以东密现在是传到了日本，非常兴盛。接下来你看东密造型的普贤菩萨跟中国的雕像画像是不太一样的。接下来东密里面呢也有曼达拉，有金刚界跟胎藏界，那你看它的呢这个东密的普贤菩萨造型就很像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另外一个显现。那到了藏密呢，就是释迦行的本尊金刚萨埵菩萨，它是白色的，有百字明咒，所以西藏人红白黄花里面要忏除恶业，第一个都要修金刚萨埵百字明十万遍。所以其实藏传佛教是金刚萨埵，可是我们大乘就是普贤菩萨，虽然显现的相不同，是因为度众生的缘不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苦口婆心劝新加坡跟全世界的华人莲友，哎，好好的念普贤行愿品3000遍或5000遍。希望我苦口婆心的话你放在内心里吧。好，接下来按照科判秉持智波罗蜜，请看57页第8行，我接下来要讲世间跟出世间的智慧，然后讲到第58页结束的时候，总结的时候，我会在这过程当中介绍文殊师利菩萨。那文殊菩萨在这次讲座，文殊跟普贤是非常重要的，我也介绍了很多修行的方法。那在了解很多修行的方法里面，第一个要先觉悟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的。所以因为我待会时间我怕不够，我又怕我没有气力，所以我今天现在就教，请看62页，觉悟世间虚妄歌。62页，这个是伟大的密勒日巴他开悟以后所唱的歌，出自于密勒日巴传。 The enlightened songs of the awarenessAbout the impermanence of the world by Milarepa。 密勒日巴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先讲他的故事，然后再唱这个偈颂，然后呢我再解释他的意思。我现在气力比较好一点，对，请各位包涵，抱歉，本来这一段是我要在78页完全讲完经的，我知道很多莲友呢又非常的执着，说嗯，师父我的问题怎么还不回答呢，对不对？哎，菩萨是很难做的，我会尽量满大家的愿，而且今天还要敲钟。密勒日巴他是非常了不起，他曾经说过，若有众生无量无边听到我的名字，读我的传记或唱我的这个正道歌，他一定都会得到密勒日巴的加持，将来会成佛，不管显教密教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我公开希望各位有空可以多读《密勒日巴传》。